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又继续玩呢个《差啲未影》，《差啲未影》咧，然后就系打到嚟最后一个啦。咁上集都讲过啦，其实呢一个五连打真系非常之难打嘅，咁所以咧我系考虑紧系要唔要换重啦。咁但系我考虑换重之前咧，就先将啲技能换一换嘅，改一改嘅。咁所以你见到有啲地方系唔同咗嘅，咁但系其实都唔算话好大分别啦。好，呢只冇咩分别噶嘛？呢只加我招电磁波，冇我招铁壁嘅。呢只多十字剪，但系其实冇咩作用。我试过蜻蜓反呢招都 OK 啦。好咁啊，嚟啦！其实都好难打，就系、是、咁一嚟佢就系超梦梦嘅。超梦梦其实我可以用叶衣背啦，系啦，用叶衣背应该 OK 嘅。好嚟啦！咁如果再唔得咧，我就考虑下直播，一路直播一路同大家讨论一下点样打得赢呢一个道馆啦。这个地方你看他一来已经用冥想收回 OK， 其实一来用叶衣背都好用的，不过他有时候呢如果用超能力打我就必死了叶衣背。这里用叶面马有没有呢？坚果烈马，烈马蜻蜓反，哇烈空座坚果地震电磁波，哎呀好在啫，起身中之，喂好嘢，顶得住保护呢度，喂唔好窒啊呢度，佢可能会用火，所以我哋用用启暴龙好似好啲喎呢度，好启暴龙系啦，用启暴龙 OK 啊，火技嘅用。呢度急冻光线咧，好用火，我谂细火都杀得死嘅呢把。喂，唔好啊 ，OK 顶得住。冲加暴龙叶衣背啦，叶印斩杀，好嘢会心啊！如果佢唔会心，我都惊打唔死呢度。呢个嘅舒拉比，舒拉比嘅启暴龙啦。暴风急冻光线，暴风啊，唔好啊，会死噶！启暴龙咁样打化俾人，好靓。到超梦梦点啊？超梦梦就剪内，再剪啊！顶得住，好嘢啊！迪奥西斯，佢嗰只西斯就系超人力。电焰马冇咧，电焰马够唔够佢快？我都惊唔够佢快，其实西斯嗰只，唉，是但啦，照上。不过呢度一定要用大火咯。佢唔中，会唔会死？好嘢，未死。咦，第一次试过系未死个精灵过到啊呢度。叶印斩，叶印斩啦，劈死一半，一半都 OK 啊，唔差。然后呢个用启暴龙。咁如无意外都一定要食药噶呢度，冇可能食，冇可能唔食药打赢我嗰队。拉蒂就必定快过我啦，边个啦？即系快过我只嘅启暴龙电磁波，顶住靓啊！你下非常好，保护无法行动，好啊！起身重拳，哇！就算麻痹咗佢都快过我，佢速度真系几高效。精神冲击，好呢度慢慢屈佢机，呢度开始重新先。我想试下呢个圣灰，喂冇得用嚟呢个，吓定系要装落啲怪兽度，即系装落啲虫度，唔识，唔系好识用，抵啦，无法行动。咁啊，俾埋启暴龙食啦呢个药，呢度换啦，换一换啦，费事嘥啦。虽然话就唔好。唔好悭，但系都系要留一留嘅。边仔嘅，呢只嘅火 V 仔就而家太阳状态，启暴龙，启暴龙都唔得，火爆喉得唔得咧？火爆喉唔得，试下啦，火爆喉，因为佢用火嘅，我必死嘅火爆喉，杀啦！喂，一半都冇，又一半，但系佢打我都痛啊！呢度
搵咗最快先。啲野马，细火应该死啩。好嘢，结米，照用啊。应该死嘅啦。好，凤凰，凤凰啊，巨剑蟹啊，寒冰，必死啦，拜。鬼灯，鬼灯，其实鬼灯呢只都得嘅，不过系惊佢招火技打亲我啫。诶，好嘢，食药好啊，随便色随尊便你食药，好啊，继续食啊，只要个岩兵一路中就得啦，我仲食佢，其实佢喺度磨紧我 PP 啊，哇，终于唔中，死埋，真系咧，黑到鼻，睇下先。而家我叶衣贝系死咗啊嘛，下一只好似系水，诶叶衣贝未死，啱啱重生咗好似。下一关好似系水关，我记得。咁佢件鞋应该冇乜用，火霸侠升一升，诶会重生火霸侠先。哇，真系癫噶，咁样都打到咁痛。龙星群，如果我唔中就死得啦，系暴龙。嚟啦，海洋，我有卡。对面就有金洞安线啦，争啲死咯，走一走先。佢用冰啊，烈马，烈马。好，如果我用火技，唔好啦，跳啦。喂，唔够佢快，冇办法。边落去呢度，边落去。利基啊，超能力飞行啊，超能力飞行，超能力飞行，睇暴龙啦，急冻光线，哇，完全唔同，超能力飞行要怕岩，岩石或者恶技。唔紧要啦，先麻俾佢先，应该唔会死啩我，冥想 OK， 证明佢唔够攻击力打我啦呢度，几身中箭，哇争啲死，保护，好，睇嚟佢唔再用冥想啦，咁啊即系证明佢一下打唔死我啦，而家暂时嚟讲，好冥想，如果佢用冥想就危机啦呢度，保护先。不过都唔会话可以一下打死我嘅，而家二百零血，应该打唔死我嘅。咁啊，食住个细相啦喺度，边啊？哇，扣好多！好嘅，冇死到啊！咁啊，岩兵，精神光要死咗。龙星群都不如防，不过我见到利基亚嗰啲特防几高下，系啦，未死佢，哇，识瞓觉，死滞爆，放翻坚果先啦呢度，冇计，呢度慢慢慢慢打嘢，好就嚟死啦佢，因为我头先换咗巨剑买出嚟啊，就用招大嘅水剑怼死佢，靓波，马拉飞，马拉飞都系水重啦，好，头先都几麻烦，我都系谂紧点样先可以打得赢呢度，边佢，萤火，好一下边死咁滞啦，啊，我记得呢度啦，佢好似会屈人机嘅，一落雨状态咧，佢嗰个瞓觉咧，佢嗰个特性咧可以即刻醒翻。非常之麻烦，佢个天气就系咁啊，寄生种子咯，咁唯有一嚟咗，好吸一吸佢第一下血先，再边嘅呢度死啦啩，拜。基拉奇就系超能力嘅飞行，好似超能力飞行，超能力飞行咧，超能力飞行，叫佢买啦都系，都系用水技杀。
好，揸下放钉，唔紧要啦，放钉。哇，会唔会死啊？我唉，死埋，一齐死。火把口啊，拉低啊，走一走先。如果拉低啊，要走一走啊呢度。好，雷电，我未惊过雷电，我同你讲。头先死咗只咩啊？死咗只巨岩蟹啊！即刻重新翻先。巨岩蟹都系好有作用，哇唔得电，死两铺。我冇留意到，我喺坚果一路俾佢打得好紧要啊，龙之波动。OK， 得翻两招保护，咁唔好用保护啦。唉，即刻死咗。火把口啊！你死硬，我同你讲，一招啦。沼王 OK， 赢啦。而家系第三个，终于赢到啦。第四个系咩？我都唔知道其实。第四个我都唔知道有冇打试过啊。好，第四个宇宙创造没有新嘅次元。唉，赤日啊，系啊，拉蒂亚卢卡。如果蒂亚卢卡系降龙，系即系怕格斗。佢呢度应该会用龙技嘅。我重新翻只坚果先啦，呢度。时之炮炮烤系。火把口啦，跟拳，揸一下，必须恢复能量。好啊，恢复能量，慢慢打死你。揸下，再呕落去，好波。青铜钟，超能力，超能力降，咁啊用火打。呢度唔流力啦，直接用大火杀。好，走啦，好。咩话？阿尔宙斯啊，头先见到，头先。揿得太快睇唔切，坚果咁。阿尔宙斯，寄生种子。哎，放错，应该放麻痹先，缩鬼咗。我大镬啦，佢好似黐线啊，想做啲黐线行为啊。但我相信佢应该打唔死我嘅一下。开咗两下剑舞，即系成咗几多啊？成咗两下即系四，好似三倍啊。系啦，三倍啊！如果冇记错，打罗伊，打罗伊系恶系，咁所以用近拳击打啦。哦，冇晒技，剑反先啦呢度，系蜻蜓反嚟嘅咗，系蜻蜓反先。启暴龙啊，气合弹，哇，好在换得好咗呢度，如果唔系真系死得。大智烧龙星群，冇。连马大火，佢一定回血噶咯，我知道。哇，咁你都唔死，得冇问题，杀到啊！水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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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护先，电磁波，冇啊，水龙。近拳冇晒，地震，地震啦，系回心嘅冇啊，又死，我都要重新啊呢度，坚果呢度慢敌啦，慢点都死啊呢只肯定，好呢招好似要等一弯啊，要唞一弯回合啊，哇唔使喎，咁久嘅咩呢招？我都唔知道、又切断，唉，哇，好劲喎呢只，点打啊？重新只，二 B 背啊，吸冻光线，边嘅？哇，仲有只其他大啦，不过应该都赢到嘅，系要卑鄙少少噶啦呢度，冇计。鬼火，好慢慢嚟，唔紧要鬼火。我重新晒先呢度。好瞓觉，唔紧要，你咪瞓觉咯。你瞓觉，你死得仲快，话俾你听。梦话，咬啊，动弹不得啦，咬落去，玩完。虽然好卑鄙啊，我觉得我自己打得
呢、這个世界要归我所有。等你知个技师，火系嘅龙，火龙。咁睇佢都一定用火技啦，我觉得。如果我只叶依贝，所以用巨剑蟹啦，系青色火焰。哇，低能烧伤。龙系龙星群啊呢度，杀啦唔该，好波啊，做得好。白色油雷武冰龙好似系坚果，哇呢只啊，呢只有火技喎，电磁波、气合弹，唔系啊，被杀咗啦呢度。龙星群杀啊！靓波做得好，呢只系雷嘅。地震，狂野迅雷，好，再嚟启暴龙上啊！啊，我知龙星群点解冇加 PP 啊？蠢咗啲咩度？如果有加 PP 就够用噶啦，死啦呢度！跳一跳先，岩石之刃雷击，火焰身佢烧到佢，剑舞，佢系雷龙，咬佢定劈佢好咧？劈佢啊！咬佢，靓波。好，动弹不得添啊，非常好。再嚟，精神干扰 ，OK， 得翻最后一只。如果输，我睇下呢度赢唔赢到啦，应该就好难。如果我唔重新试下先，暴风，哇唔中，唔好啊大佬，唔得啊，好惊啊，好惊啊，好惊会死。边只好呢度？巨岩马叶呢背坚果咯，啦系啦，坚果好啲，我觉得瞓觉会有果实，精神干扰，暴风，点解我啲暴风系好难中啊？吓，点解啊？点解会咁？呢度又要慢慢开始屈啦。好，咁而家我转咗二 B 背出嚟开剑舞，一下怼死佢啊！打算应该就可以嘅，而家两下剑舞开咗，哇，又窒机 ，damn！ 最后一只咩啊？最后一只坚果冇问题啊，一齐咯。最后一只从草降十字剑啊，靓波螺旋扣，搞掂。极限咧，模拟战斗程序完成。好，神秘 U 盘，哇！呢场真系难打，我都估唔到我赢到。虽然系你赢得样衰啲啊，真系好样衰啊，赢得。好，喂，有啲咩讲啊？国技师啊，唔系国技师，呢、這个系咩咩罗马，唔知咩罗马博士。咦？咁攞咗个 U 盘之后有咩做啊？定系已经完结咗啦？玩完呢一个嘅，系咪可以去问好问好？现在无法进入。即系点啊？唔系应该有得去反转世界嘅咩？即系我记得《差的美影》有反转世界嘅，呢度冇噶，唔知道，我都要睇下仲有冇得玩落去啊！咁啊，呢场仗咧都非常之难打啦，你见我都打得好吃力啦，我啲药都食咗好多嘅，所以都唔算话好完美咁过，可以话系好样衰咁过啦，咁但系始终都过到啦。无法解释极限挑战者的证明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啊，同埋呢个圣灰有何作用？哦，我真的要不在战斗度用啊，要战斗出面才用得啊，可能是这样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次嚟呢度先，你又测一啲微影啊嘛，都 OK 啦，赢到啊，系啦，咁啊食好多药啫，不过，咁啊，下次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